好，在这边 exercise 11D 这边，我们要 find the area of the shaded region in each of the green circle。所以我知道这个是它的 r，这一个是它的 theta。然后我们的 area 呢是1/2 r² theta，所以它是1/2 10² 2.4，所以它这个会变成120 cm². OK，所以1/2是0.5乘十 square。乘2.4，然后拿到的是120。然后一的这一题呢，我的 r 是25，我的 theta 是72度，所以 theta 等于72度等于72/80乘 i，所以我在这一边72除180乘3.142，然后我拿到的是1.2568，so。这一个是1.2568，对，a 等于1/2 r² theta，然后它就会变成了1/2 25² 1.2568，所以我在这一边0.5×25² 乘1.2568。所以这一个是392.75 cm². 好，接着这一题呢，我的 theta 呢是360度减掉148度，所以我在这一边360减148，然后拿到的是212度，然后它也等于211度除180度乘。i 的一点，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一个除180乘3.142，然后拿到的是3.701，对，a 等于1/2 r² theta，1/2 12² 3.701，所以我在这边0.5乘12² 乘3.701，然后拿到的是266.472 cm². 好，就是这样。